多少啊？800×800。哦，黄，哈，黄了，要被咬着揍。继续叫，继续叫，继续叫，我继续打，继续打，继续叫，继续叫。要打不到他哎、欸，搞毛！他被咬起来了，不要起来了，不要了。那如果奈斯，你等下把你的 DPS 调到中间再传给我，我都会在中间吗？会哦，肯定会哦。那你帮我调，我再拉。好。我想看 DPS， 我其他都不用看没关系，我想看 DPS。你帮他设定一个什么都看不到好了啦，你不要看大小金的啦，他不需要了。大小金还是要看一下啦，我就开来为了刷大小金的，结果不看大小金，我快死了，快吃了，这时候可以撞他不是吗？能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让他就这样被摔死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他一下摔1000呢、欸，就让他摔啊。啊，他掉下来、欸、怎么玩了？哦嘛，我抓。生物地，哎、欸，我可以打壁毒龙哎、欸，他咬在嘴巴里，我还可以继续打他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掉下来了，他掉下来了，啊，壁毒可以抓人，哦、啊，可以的吗？哎、欸，我继续拍他，我继续牵制而已嘛，啊、快，可以，啊，被喷出来了，我被喷走了，要放掉了，哎、欸，太屌了吧，50几%被他咬到剩24%哎、欸，所以说交给他打就好了。之前就是看 Twitter 有个影片，是他爬在藤蔓，恐暴咬着熊爪，狂摔啊，摔到直接摔到影结束啊，不是吗？对，对啊，很屌啊，那个影片超帅。哦，我之前刷稀有环境生物，你没有跟台吗？我就是这样子跑来跑去的、啊。最佳助攻手恐暴。同时提速欸，之前就是什么都刷，包括什么急躁蜻蜓、大小金、稀有环境生物那些，刷一大堆，把自己搞到压力很大。丢出来，容易什么断线呢？切画面吧。断线的，切画面吧。哦，对，切画面容易断线。好，我看参加任务。我的哦，那时候工厂比较忙哦，也是啦，没问题，你可以用这方法，这真的很好用。调查，最后一次壁毒龙，小金来吧，来吧。那其实猫的生物博士再进去啊，白天呢？如果有追加那个每日的那个技能的话，继续再提升。你说猫的生物学者？机遇就会在提升，不过那很随机。没有。壁毒龙结束。我的白金壁毒，对，我的小金壁毒。找其他的。那我就压一下我的睡龙，睡龙大小都没有。好、啊。嗯。哎呀，那是你刚刚那个蒙牛龙的没了。他刚刚是还有啊，遇到他就遇到凶爪龙啊，不是吗？对啊。都没有，我出来，你先开吧，我顺便看一下怎么跳 DPS。哦，有嘞 ，DPS 跳在中间了。指定地，永松冻土。
那是你们太偏右，我比较偏左啦。啊，我有蛋卷可以吃。是。都爱吃非正常的东西啊，看看。有吗？奈斯，你有吗？大小金。我想说，跟我讲话。还没。好，那我就换我进，轮流进好了，很快。男人没有就换我进，刚好你出来。什么蛋卷啊？中间竟然包花生粉，它要咬下去，花生粉全部撒出来，傻眼。邪教。H D D 出来了，PSN 是什么 ？OTTT、PSN 是什么？那个 PS 的会员啊。对啊，会员。哦，我是 PC 耶，抱歉。我是标题都要改啦，抱歉。PC， 抱歉，我是 PC 的。然后 PSN 好耳熟。哦，所以没买 PSN 魔物。那个 PS4 就不能连线是不是？没错。哦。所以我才跑来跟你们玩 PC 啊，不然我都只能单机。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忘记打在标题。而且 PS4 不是朋友比较少吗？对啊，我这边有玩 PS4 的只有两个，一个江江嘛，就算凑成团也只有三个。对呀、啊。靠腰啊！我随便进进趟地图，冰鱼龙小金没了，刷过了。哎、欸，这是野图哎、欸。好，我接一个最后一次的。好。打脸去狩猎，试试看。嗯？怎么这张照片还存着？真。哦，是布布哎、欸！哦，你看他真的很可爱。金狮子银，滚！银狮子，银狮子。嗯，真的爱撒娇哎、欸！你看，嗯，我也太衰了吧，刷这么弱没刷到。好久没摸它了哦。啊，我也接了。好，你先接，等你进去没有，我再接。惶恐怒暴龙。
没有啊，有猛牛跟轰龙。哎、欸，那这个我要删掉了，大家都有了。猛牛我没有小金啊，所以可以刷、啊。哦哦哦。好，我进图了。好，我离开了。没有。我这张有睡龙加金。那种必读影啊，怎么是影？承接任务，调查。林洛平，哎、欸，该不是贤子吧？是你吗？有待确认，偷看一下。贤子是不是你啊？你是抬头看，不讲话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有个一次岛的永伤冻土冰咒，可以射杀看。冰咒只会有古龙吧？哦，真的吗？你看看啊，古龙只会有。冰咒没大小金就可以刷、啊。哦。我冰咒大小金都有了。我那时候也想说，哇，一次力竭古龙五颗奖励，我想说，哦，刷刷看，看只有一只古龙。对啊。太天真了。哎、欸，现在应该会有两只了吧？世界好像会有两只同时存在。我是刷永霜冻土的啦。我出来了，你进去吧。冰咒大小心都有了，所以我没差。对啊，毕竟是古龙。老巨魔刷那么多次冰咒，应该有了。那。哦，我那天冰那个巨魔刷到哦，烟飞小金，终于被你嘴了，恭喜！终于不会被嘴了。猛牛小金，哎呦，树油，干酸哦。但是有惶恐怒暴龙哦，你刷刷完梦牛就可以跑了，还是你要哎、欸，还是你要拿奖励？它是三星的，都可以啊。我忘记吃餐票，我可以进去帮你吃、啊。我已经吃掉了啦。哎呀，我为了感谢你帮你吃一张，不要就算了。小金猛牛龙很不小哦，请。嗯。Oh no！ 被孔哥开红了。比毒龙的家，
走遐紧啊，大佬。我把他引回来了。他就是跟一只猫一样追着光走。追光者。哎，追光者不追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追逐繁星的孩子。我吃这种像电影名称啊，还是剧？是啊是啊是啊，它是一个动画、啊。哦。哎，我去哪里？公开。爽吧，每次都等人等到好。怎样？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这谁看得出大小金呐、啊？对啊，你看，你在依靠你的眼力跟猎人的。莫名其妙，他小金呢、欸？他的膝盖还是顶到我的头哎、欸！我就说啊，他的小金很不小金啊。要重吹，气死！谁又在踢呀、啊？踢得好啊！我在吹笛子，你们撞。啊！我找不到石头啊！哦、我看到光开，啊，不对，光开被我拿过了，那边没，我没有了。